操作。目的，防止一切微生物侵入人体，防止无菌物品、无菌区域及无菌溶液使用时被污染。评估环境，环境清洁宽敞，光线充足，定期消毒，在操作前30分钟停止一切清扫工作，减少人员走动，避免尘埃飞扬。操作台面清洁干燥，操作前护士用消毒毛巾擦拭操作台面。操作前准备。操作前取下手表，检查指甲清洁，洗手，戴口罩。用物准备：治疗盘、无菌持物钳或镊、无菌治疗巾包、无菌治疗碗包、无菌敷料容器、无菌手套、无菌溶液、棉签、消毒剂、弯盘、表、笔、盛污物容器、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开。必要时，备起瓶器、标签。检查无菌手套型号、密封包装在有效期内。检查无菌物品包名称、灭菌日期、有效期、化学指示胶带变色、包布干燥、完整、系带严谨。无菌敷料容器化学指示胶带变色，在有效期内。检查无菌溶液，查看标签上的药名、浓度、剂量，在有效期内。瓶口无松动，瓶身无裂痕。对光检查溶液无沉淀、无变色、无混浊、无絮状物。棉签在有效期内，消毒剂在有效期内，治疗盘清洁干燥。弯盘清洁干燥。操作流程：打开无菌钳包，将无菌持物钳置于操作台面上，标明打开日期及时间，有效期4小时。
取放无菌持物前时，前端应闭合向下，不可触及容器口边缘，用后立即放回容器内。打开无菌包时，手不可触及无菌包内面，自包布外角、两侧角、近侧角顺序打开。用无菌持物钳夹取一块治疗巾放在治疗盘内。包内有剩余物品，则按原折痕包起扎好，注明开包日期、时间，有效期为24小时。铺无菌盘，双手捏住无菌巾上层两角的外面打开，双折铺于治疗盘上，上层扇形折叠，开口边向外。铺无菌盘的区域必须清洁干燥，无菌巾避免潮湿。取无菌治疗碗包，将治疗碗包托在手中打开，另一手将包布四角抓住，将无菌治疗碗放入无菌治疗盘内。从无菌容器中取物时，应将盖子完全打开，内面朝上或拿至手中，避免物品触碰边缘。打开容器时，避免手臂跨越容器上方。取出无菌物品后，立即盖严，手不可触及容器及容器的内面和边缘。手持无菌容器时，应托住底部。开启的无菌容器有效期24小时。取无菌溶液，先常规消毒瓶盖，棉签弃于黄色医疗垃圾桶内。一手打开瓶盖，一手握住溶液瓶，标签朝掌心。开盖时，手不可触及瓶口。倒出少许溶液，旋转冲洗瓶口。再由原处倒出适量溶液，于无菌治疗碗内。倒闭，盖好瓶盖，常规消毒瓶口，棉签弃于黄色医疗垃圾桶中。注明开瓶日期及时间，开启的无菌溶液有效期24小时。菌物品后，展开扇形折叠层，盖住物品，上下层边缘对齐。开口处向上反折，
两侧边缘向下反折后备用。记录铺盘日期及时间，有效期四小时。一份无菌物品只能用于一个病人。戴无菌手套。打开无菌手套，手套包装弃于黑色生活垃圾桶内。分别捏住两只手套的反折部分，可分次或一次取出手套，五指对准，先戴一只手套。再用戴好手套的手插入另一手套翻折面内，五指对准将手套戴好，翻手套边，扣套在衣袖外面。双手对合交叉，调整手套位置。脱手套，一手捏住另一手套腕部外面，翻转脱下，再以脱下手套的手插入另一手套内，将其往下翻转脱下。脱下的手套放入黄色医疗垃圾桶内。用物处置，按消毒技术规范要求分类处理使用后物品。医疗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清理用物，归类放好。治疗车用臂擦拭，放回指定位置。注意事项：进行无菌操作时，应剪指甲、洗手、戴口罩。取放无菌植物钳时，前端应闭合向下，不可触及容器口边缘及叶面以上的容器内壁。取远处物品，应同容器一并移动，就地取用。使用无菌植物钳时，不可低于腰部，应在视线之中，不可随意甩动。无菌植物钳不可夹取油纱布，不可用于换药及皮肤消毒。不可夹取有色消毒棉球。污染或已污染的无菌植物钳应重新灭菌。无菌植物钳及浸泡容器应每周清洁灭菌两次，并更换消毒液。使用干燥的无菌植物钳及容器应四小时更换一次。治疗盘必须清洁干燥，无菌巾避免潮湿。铺巾时不可触及无菌面，不可跨越无菌区。覆盖无菌巾时对准边缘，一次盖好，避免污染。无菌盘有效期为四小时。不可将无菌物品或非无菌物品深入到无菌溶液瓶内沾取或直接瓶口导液。导出的无菌溶液不可导回瓶内。未戴手套的手不可触及手套外面，戴手套的手不能触及手套的里面。手套破裂或污染，
立即更换。脱手套时，勿使手套外面接触到皮肤。使用一次性无菌手套时，应选择好手套号码，核对有效期，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再打开包装，按带